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星耀朔天这个全新的挑战任务、挑战关卡哦。这个是耀脉星芒潜能解放之后出现的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带大家用合作的一趴大奖超级水手月亮来通关哦。那记得帮我带一只水屋，因为关卡里面又有回复颠倒了哈。好，那龙科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月亮有帮我带到自己的武装就好，剩下就是带到三个形状一样，然后你可以带一些加秒的，这样转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点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我们抓着金星的角色猪，然后去把全部的木手消掉。然后金星角色猪也可以手消掉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转 7C 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吼。OK， 好，那右边那只死掉会把你全版变成问号，不过不用担心。来这边的话，我们开金星，然后一样抓着他角色猪下来，这样符合，就直接 7C 了吼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二关哦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是不能去手消到水，这边我们就是稍微去叠猪一下下就好了。啊，当然不一定要叠啦，就是你只要不要消到，基本上没事齁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第三关，来第三关这边的话就是要把水屋直接开下去了。好，然后直接把月亮的遗迹打开。好啊，这边我们就直接去正常转就好了。哦，他那个弓前盾啊，水屋也可以无视，所以这边我们就是直接送给他齁。水屋可以让队长跟自身无视，那队长刚好就是我们击伤的对象月亮，所以就直接灌过去了。来接着第四关，来第四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变身开下去。好，来接着这边的话我们开二技。好，这一回合一定要先开二技，不然你等下到自爆那边会 GG 哦。来，我们把它切成 8C。 OK， 好，来这边带走。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再开一次。好，然后一样把它切成 8C。 好，我们要刚好到下一关自爆那边的时候让这个效果断掉，不然你下一关那个自爆三只一起炸过来，因为你无视了反手消，所以它一起炸过来你会 GG 哦。好，来这边的话我们先把土星打开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去消其中两种，像反手消水、反手消木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起去把它带走。好，或者是你要选水或暗，这样子也是可以，总之就是一次带走不是啊，一次消到两种，然后一次带走一只，这样子。好，来接着这边的话我们把水屋关掉，回个血齁。好，回血之后呢，就看你自己要去处理哪一只齁。像现在这边我木跟水都卡住了，那怎么办齁？其实我想一下齁。好，都卡住的话我们用这个稍微来绿一下版面齁。好，木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补一个一技下去。好，总之不要开到无视反手消，因为很危险，一个不小心你会往生下去齁。好，来最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去反手消木就好了，就不要手消到木珠齁。好 ，OK， 来最后这一只就处理掉，没有问题喽。来，接着来到第六关齁。来第六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另一只月亮变身下去，我们要让它有那个亢奋状态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金星补下去，好，然后去符合红绿灯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亢奋状态？是因为第七关这边本来会有休眠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用亢奋状态挡掉休眠的部分，这边就可以直接去正常转。好，这个水珠被附上印记，不要一口气去消到五颗都没事。好，来这边一样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就来到王一，王一这边有两回合的木工啊，不过这个其实不用理他，他等一下就会消失掉了。那这边我们就是抓金星角色猪下来，然后去手消到他，稍微让他有一个加 C。 哦，你转7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哦。那等一下他会慢慢加上去 啊不过也不用紧张哦，这个其实还好，事情很小。好，来这边，来我们再抓金星角色猪下来，然后一样哦，就去手消到金星的角色猪。好，好，那两回合的木工不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正常去转了哦。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加 C 打开啊，因为它这边有弱转无效，所以金星没办法用，我们就直接自己去转就好。好啊，你已经主动技加10上去了，11就不用太担心齁。
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。那二血的部分是回复归零啊，那这边就是记得留一颗加护珠下来就可以了哈。你可以把真伤全部吹下去了。好，这边我就留一颗加护珠下来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水手月亮过这个全新挑战任务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